手机怎么看起来很厉害？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小池塘里的大鱼，嘉义 Coach Way。目前看起来好像在嘉义有偷练一下子的样子。这个摆荡浪费了力气。哦，截至目前为止看起来都还蛮正常的。哦，感觉路线不是很熟悉，还在想一下。还在嘉义，一片小孩还是有点样子的，还是可以在嘉义混出点名堂。我本来说招摇撞骗，招摇撞骗嘛，我没有这样说啦，人家也是有两把刷子，可能剩一把了啦，所以还是可以骗一下。哦，这个手寸跟大家都不太一样。啊！发现自己做错了，白痴！哇，这是什么？啊、这个手势不是很妙啊！哒哒哒，换手啊！这边累了。真不愧是嘉义寇奇卫，用他独特的方式突破这个小困难。那我们来看看他后面会怎么样继续解决他又遇到的问题呢。希望他刚刚有看清楚人家攀爬的动作，很好，这个左手 again 做不错，好、哦，抓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婴儿头，好、哦，这个左手有点烂，哎，左脚有点危险，笨蛋，上面那个红点很好抓、啊。得救了，但寇奇卫的左脚有点短，他踩不到下面的脚点，真的很短。啊！寇奇卫啊！果然是笨蛋啊！一把刷子啊！待会可能就被裁判叫下来，或者是待会下来的时候，裁判说：“哎，你的成绩只有到这里。”身为一个专业的运动选手，踩错脚点是这么天理不容的事情，他也可以犯这种错误，看来是在嘉义待太久了。不过看样子他有在偷练一下耐力，感觉耐力还是蛮十足的，虽然他的成绩只到这个位置。哎，没关系，我们要运动家的精神，爬完它、但是感觉哎呦有一点风险。很好啊，他左边有一个大的、啊、为什么不抓左边呢？哎，都没看路线。感觉快不行了。哦，左边勾一下啊，他抓到了。真不愧是嘉义一把刷，加一把刷，感觉还不错。接下来那个紫色点有一点难抓，最好在这个地方先挂快扣。哦，没关系，冲过去把手再挂。啪嚓啊，很好，好险啊！感觉突然寇奇卫在这个地方瞬间电力耗尽，哎，好，哦，还记得要挂，还不错，很好，不错。我去，电力耗尽，感觉快没力了。很好，我去 hold 住了，很惊险，这是一个多浪费力气的一个步骤，反正他的成绩只剩他。